徐艺洋，哎，你克服了什么呢？我觉得我变开朗了，然后就是感觉跟大家能玩到一起了，然后话也变多了。那你的大家是谁？就你也交到了好朋友是不是？对。谁啊？大家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能选三个人。或者是你说，比如说有哪一次谁鼓励了你，你觉得就是真的很贴心，就是有他，有认识他真好。我觉得好多呀，就从招牌动作开始到现在，就是感觉都在鼓励我。你这么脆弱吗？大家都在鼓励你。就是还是稍微有点脆弱，现在就是，但是我感觉我变强大了。好的，徐阳，你觉得你要离开了吗？不可能，不想离开。怎么可能？你觉得你可以站到华晨妍的旁边吗？可以，吧。你要离开了，现在，啊？你要离开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们说的是你离开了，你不是晋级。真的吗？对。你那个认真一点嘛，就是，你那个什么，就是。你这个老板当的啊！我跟你说。好了，不要吓人家了。现在，我宣布徐艺洋。成功晋级，请你站到谢谢恭喜线这里来，谢谢恭喜冲！请你奔向晋级线，快跑！奔向，奔跑，跑得真难看。好，第四个问题来了，大家注意听，进入创造营到现在。你看待自己比从前多了一些客观，你对自己的认知哪怕多了一点点新的内容，都是你在向前迈步，都是你看待自己比原来有进步的学员，请走到下一条线。那我本来就有怎么办？本来就有怎么办呀？更加清晰的认知啊。我没有。来应之后，我就感觉找回了自己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有点憨憨的，然后很活泼开朗的一个人，所以大家还是挺认可我的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。其实来了之后，大家真的都特别特别好，让我也就卸下包袱，能把我特别真的一面就是能袒露出来那种。我有进步，图图你有进步啊，这个我很坚定。比如你以前觉得自己很牛，但是其实你没有，你认识到了这点了吗？王一锦，你刚刚往前迈了，为什么退回去了呀？我是有突破，但是感觉没有，有没有太大的突破？对，跟大家比没有那么明显，然后我们就退回来了。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跳舞不好吗？你觉得你现在你跳舞进步了吗？进步了，但还是很差。